been a long time. So it's 6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.会一直走到底，走到海滩路。如果你累的话，你可以，对，但是我走得慢。你如果累，前面有个咖啡厅，你可以在那边坐。对。哈哈哈！到底要干啥？对啊，上次我们是从海滩路走过来的嘛，这次从这边走。可以做主播的，以前这边是一堆废墟，去年我还在那边撒尿呢。对啊，现在都变成这个按摩、卖大麻还有这个吃饭，而且这家店不便宜，按摩400。环境好，对啊，还好，但是没，而且还排队，有时候，对，因为它环境好，对，环境决定它的价格。因为它是新开的嘛，对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它暗的，我跟你讲，不会比那种100的好好多少。对。好。
shop going to open.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啥也不疼了，对，现在就感觉特别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找到了前行时候的感觉。对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你如果累，你可以坐这里，这个是喝咖啡的。一大堆小伙子，好像都是香港。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啊，人多是吧？都在外面站着。就是要来这里玩的话，现在选对你来晚了，一些那个歪瓜裂枣的，因为你经常走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对，有些你就看不上的，但他们也看不上你，他们很骄傲的，就那种Isan，他们就是Isan，全是Isan来的，对，全是。都记得我，认识你啊？对，之前每个星期来走好几次，今天来溜达溜达，明天来溜达溜达。对，相当于兴奋剂一样，每天来走一遍都是胜利。对啊，而且他们今年特别的友善，我记得往年没有那么友善，因为现在还没进入旺季。对，有时候旺季的时候他们不理你的，大部分。就现在人比较少，晚上人很多，这里来来回回。走可以吗？是不是？对啊。早班咱们对，我们晚上走就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两边走的老快了，对，在后面好像。对啊。对，以前我们都走得很快，现在我就走得比较慢一点。观众的要求啊，说你走太快了，是吧？好，我慢慢走。
They're busy, busy. Many girls. Many. Huh? Yeah, first time this month. Yeah, later. Yeah, option. Taxi. Yeah.
How old are you? Sexy. You are sexy. Later. Soy six.